继续完成狗屋了。哇！打。如何组装？对，组装。我们要组装。在哪种？是哪里？在哪里？看着其实对，没关系，很自然啊，很自然，不知道。我们要先把电钻啊，电钻变亮，我觉得就是啊，我也觉得，没关系啊，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就是那种装进轮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我跟你讲，完美主义者嘛，两个人去写字。好，写什么？我喜欢写哈利跟玛丽。我们来。小刷子来。还真的没有哎，先从树干呢坐下。我们砍完树之后，我们是去请木工帮我们裁。哦，哇，这个材料那个山上砍的，太完美了吧！哇，下一季你的三家店要上去砍树。哦，哇，这里都是。不是我们不土，对啊，不土吗？直接写字吗？然后那油漆，我们是用那个旁边的水光水。那个直接写字，这样很好看吗？我们不是啊，骗人，它可以跟。是在外面还是里面啊？我在。没有没有没有，现在我刚刚已经看了，对，是这样，是这样。先穿这边。好像没有在。有。哇！耶！帅！好强哦！在这边挑。要推推。要压住，要压住，不是啊。啊！裂掉了。因为怎么办？担心你。可是不要再这样操作了，先反过来，先放开这个，转过来，反正都已经知道怎么定了，当然是先把角度调最好的。哦，对，你说，不要再立着，不要再立着弄了，这样看不到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位置会是剑中。小心，用力，有。好，这个好成功哦！房间再打一个。好像再去接一次，这样不就好棒吗？好，另外一边要吗？我可以去问看看。可以啊。开心吗？好，后面可以去那个装潢那边，应该可以再接一次。哪里？你说那个枪吗？这个要去哪里接？你说在那边吗？就昨天那个地方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有问过这边的当地的居民，他说那边的就是有一块的那个木头是可以砍的。哇塞，这真的全部都是从真的很厉害，从零。我们现在才觉得成就感满满。对啊。你没有砍过树吧？不是你自己有砍。我没砍过树，而且我也没做过这种手工的。真的假的？嗯。你都什么东西都已经买好，对不对？就是对，家具那种就没有组过。啊，对啊，你没有去那，就是那个，对，对啊，你都没组过，没有，你就啊，不，我大学的时候有自己组过一个椅子，可是是很简单的那种，哦，不是像这种，对，不是从，就已经都帮你第一次，对啊，从头到尾，哇，那等你们都弄好会很有成就感，超级哦，我看我刚看到那个钉子每一下这样钻进去的时候，很有 feel， 就已经很有感觉，对，不好意思，你们有电钻可以借吗？电钻。我们在做屋子，我们需要电钻，你们有？哪一种电钻？是可以那个转螺丝，对。你讲这等哦，谢谢。你们等一下还会在这吗？会。那我们用完再拿回来吗？我们今天一天都在这。好，谢谢你们。那我们借走，你们可以。没关系，没有用，今天没用到，那借走没关系，不要看走就好了。谢谢谢谢，借到了，帅。可以吗？还有再可以再一点，再一点。但没关系，好像要再多一根呢。知道吗？接到了，太凶了。所以不用移了。小哥给你拿一下。好。很重哦。好。我去插电。这边要过来一点。哇塞，这个还有左边把手这样子的辅助，咔哒哒哒哒哒哒。这个是哪一边？要小心哦。我擦哦，那个小心哦。来，你擦了吗？擦。哇，但这个很重。很
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对啊。好。春哥那个他会多出去一点，所以要往面上发生这类的事情。对，春哥那边，春哥那边。经常发生这类的事情。你说啊，嗯，哦，我怎么都还没准备好，我鞋子还没换呢。不用怕，不用怕。好慌了，好慌了，为什么啦？啊！好有啊！小心，小心。哦，好痛，好痛。哦，我又再往这一点。不错，不错。门牌没用，对，最后一个门牌给你们两个。好，谢礼哦。我觉得有一个补丁有。好烫，好烫，好烫。谢礼啊！太暴力了吧！太猛了！哎，你很赞，太猛了。来了。哦，你很会定哎。哎，早知道应该给我定才对。对啊。就有人定。我吗？哈利来了！哈利来了！哎，很会娘娘呀。来哦，好，耶！完成。来来来，为什么一个高一个低？就说那个比较大，真的耶，超明显的。没关系啊，玛丽的比较小，合理啊。不是，那门怎么？超可爱耶！没事啦，超可爱，超可爱。心意了，心意。他要放一跟二，所以我们有拼错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们有拼错。对啊。然后我做记号，二，他二这边如果二就是。对，就是这一组的。好。哦，好。你那个一二有差吗？有。有啊，可是你们是不是拿错我们的了？怎么？读到一吗？你读一。对，因为我们这边剩二哎。那没有差。好，但是也是完成。好。好可爱哦！好可爱哦！这个过几天比较有机会进来。哇！